各位朋友们，没想到2023年了，我还能收到阿令的礼物。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礼物，特意给他录一期开箱视频。来，我们看看阿令给我送了些什么东西啊！我的妈呀，2023年了，这真没想到。有两个盒子，我们先来看黑色的吧。我们看看黑色的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国风音乐大碟特点版。从外观上面看，它的这边感觉里面有送一把扇子哦，它是国风音乐大碟特点版，这是收录了就是神经链里面，比如说无羁啊、举一反三、金河不忘啊、赤子啊、混别啊、不由等等的歌都在里面。它里面有国风音乐专辑、原声音乐大碟，然后再加电影音乐专辑。三合一，我来打开看看。哦，哎呀，不对，噔噔噔噔，哎呀，擦肩的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今天是打扇子，我看看这把扇子，打开看看是啥。身在与你身陷囹圄，这是一位无限的难忘记。还行。好，我们看看下子之后里面是什么。哇哇，是一本很厚的一个册子。里面写的就是这个所有跟陈俊霖相关的歌曲的每一首歌的海报，然后再加一首歌，然后再加歌词。哇，它里面还有这个生魂呢。生魂你们看过吗？还有生魂的海报。哇这张我都没看过。这张我都没有看过。以前拍这个生魂啊的往事历历在目。歌词跟那个剧照的这个本子之外的下面的话是一个剧照。哇，这张剧照我都是第一次看。他是不是因为要送给我的关系啊，从脸的胖瘦里面推测出这应该是生魂时期的问鼎剧照。生魂的时候比较瘦，拍那个什么那个时候比较胖一点点。哇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我的妈呀。几张明信片，下面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是三张哦，一二三，三张碟。哎，说实话，你们知不知道《赤子》这首歌其实是一波三折，从最早我听到 demo 到你们最后听到的成曲，其实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的版本。我录歌都不止录了一次，和一个版本都不止。就比如说我录第一遍的时候，我肠胃炎了，你知道吗？就那天录的不太满意啊。然后那边录完之后，我以为就要这样子上线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说后面的伴奏改掉了，然后让我重新录一遍。好，很好。然后说录完了之后，你知道，录完了之后我以为就是那一版了，结果又改了，然后又录了一遍。这首歌我光录就录了两三次有，然后之后改了应该不止三次，就改了非常多遍才你们最终听到这个赤子这个版本。好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收藏一下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开下一个。现在我们开这一个红色的，哇，这看起来就很喜庆哦。朋友们，这张是2019陈绮令国风音乐演唱会，它不是 CD， 这张是 DVD， 然后里面有南京和曼谷的两次演唱会都在。赶紧打开来看一下吧。哇，这两次演唱会说实话都是很棒的一个经历。好嘞，你们先看，让我来看。一开始打开来就是三张 DVD。 说实话，它这个两个礼盒做的都很有那种仪式感，而且做的都挺精美的。这一层下面还有一层惊喜，下面这一层我底下还有一层哦。然后这是一个册子，往里面翻开，这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大家族的这个家徽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哦吼，朋友们，这个是那个我们泰国演唱会时候的一个证照。反正哇，我第一次看，翻开来第一页，我们吃柠檬的照片。卡片掉了是不是？我左选，这我看到的是左选的卡片，还有一张我看到的这是，我给你们翻开来看一下，就是在泰国演唱会的时候，就是那组游戏输了之后的惩罚，就是吃柠檬，然后里面哇，Oh my god， 哇，我全给你们看了就没有惊喜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先看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，
看到我自己了。这个是南京演唱会时候的那个两天的服装，这是第一天，这是第二天。我记得当时南京演唱会我还上了一个热搜，就是因为当时跳舞掉了一个扇子。就是说咱以后就是能不能上一个好一点的热搜是吧？ OK。 哦，我翻了一下，我发现它里面的玄机了。就比如说你看这边是就是到我了之后，后面就接的都是我连续的一些片段，我泰国的啊、南京啊都有在里面。就当时彩排的，我觉得可能连有些照片是我真的都没有看过，而且再到南京的，然后现在就南京的还挺精细的。我不给你们展示太多了，你可以买回来自己看。哇，真的一定要这个样子吗？最后一张放这个图，哎，后悔不惜这个，哇，真的是又刀我。2023年的你还要再刀我一下啊？哇，里面还有哇，这么多层吗？对，没有。哇，第一张就既然这么鲜的，一张神仙的。他们的照片选的哇都好帅呀、啊！像我身上看起来是美呆呆的。说实话，这些照片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应该是没有。哇，他最后这哇还有哎哎，我跟你说里面还有一层哇！我这拿到的是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卡片了。接下来是哦，这是战战跟一博的一个册子。哦不，还有最后一层，我都超级有仪式感。有一个令牌，刚才你们知道有个厕所打开后悔无期是不是？他刚才刀了我一下，现在又喂了我一颗糖。他这张牌子后面是后悔有期，我觉得这个牌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收藏一下，还挺妙的。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了啊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很完美的 ending 哎。到时候的话，你们如果两个都有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先开黑的再开红的，我跟你说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这张牌子做最后的 ending 的。心情会很好，希望大家2023年都越来越好。那这边给大家留一个期许吧，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之内，就是我们阿丽的演员还能重新再聚在一起。那我们后会有期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